腰椎疼痛的人不用怕了，腰疼屁股疼腿麻，这是身体发出的信号。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，长期腰痛，坐骨神经痛，现在才知道原来改善这么简单。腰椎痛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按摩，连带着屁股疼腿麻，居然还有人去贴膏药。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。大家看啊，这腰椎出了问题啊，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不要去贴膏药，也不能用民间的偏方，更不需要去按摩，放心吧，不用受苦，也不用花大价钱。腰椎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显老。腰椎5年以上呀，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的钱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毕竟呢，这钱是你的，又不是我的。我看你这个腰椎呀，是不想要了吧？这腰疼连带着屁股疼、腿疼、腿麻了。你看你这个腰椎间盘都突出这么厉害了，你才来。老师，那还有办法吗？办法当然是有的啦。在这里啊，我想给腰椎疼痛的朋友3个提醒。第一啊，不要托人扛，一旦腰椎关节压迫了神经，后悔就晚了。第二呀，腰椎间盘突出、腰肌劳损是不会治愈的，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。第三呀，不要按摩，也不要用民间偏方了。其实呀，改善腰椎疼痛真的不难。腰椎不好需要去按摩，腰椎不好只能贴膏药，腰椎不好需要花大价钱。放心，不用花大价钱。腰椎不好的人把嘴给我闭上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要划走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毕竟被腰椎折磨的人是你又不是我，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，腰椎疼痛连带着屁股疼、腿疼，甚至脚底发麻发凉，下肢窜麻疼痛，酸麻肿痛僵，弯不下腰，走不了路，干不了活，蹲不下去，走路晃悠，这是你的腰椎正在发出信号，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了。试试这个宝元堂腰椎凝胶，专为腰椎不好的人群研发的，轻轻一抹，好渗透好吸收，不用10盒8盒的买，用上一盒你就知道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了。高浓缩的凝胶精华真实改善腰椎问题，腰椎疼啊别再犹豫了，行不行只有试了才知道。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查看详情吧。老板，我要来3支腰椎小滴管。3支你用得完吗？我这腰痛都好久了。那也用不了那么多，你先拿一支回去试试。你说你买不起宝元堂腰椎凝胶，好，为了让广大腰椎不好的朋友不再买到那些昂贵的假货，我们直接打开官网购买渠道，厂家直发，包邮到家，人人用得起。很多人啊没有试过宝元堂腰椎凝胶就放弃了调理腰椎的机会，从开始的不严重到现在的腰椎疼痛，连带着屁股疼、腿疼，甚至脚底发麻发凉，真的不要再拖了，睡前抹一抹，在家就可以轻松调理。不管你是腰疼、腿疼、腿麻，还是弯不下腰、走不了路、干不了活、蹲不下去，现在下单包邮到家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查看详情。